家好，我是李姐姐，我现在又来到了北京。今天我路过天安门，所以我们再去天安门看一下。我们买一个小旗子，支持一下小妹妹。现金，好的，现金，现金啊，好的，我给您找现金。不是脆骨病，脆骨病，嗯，他多大了？我都不好意思说实话，是已经大人了。三十了，三十了，肯定不用找了，谢谢你，不用找了，不用谢，祝您好，祝您好，哎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通过了安检，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了。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也来过一次，今年又机缘巧合下又来到了这里。哎，今天是10月9号，小长假已经过去了，嗯，广场还是有这么多的人。那我现在站在了天安门广场的正中的位置了，我们身后就是天安门城楼，每天有千千万万的人要来到天安门广场来瞻仰毛主席。所以天安门广场是没有淡季的，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常都是这么多的人，只是平常人相对来说少一点，到了节假日的就是这个几倍啊。这边有点歇是吧？北朝这个位置也有很多中国人梦想的，最向往最向往的景点就是北京的天安门。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。我们从小就唱这样的。你不知道就不知道。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的这个像呢，不管你从哪里看，你只要是注视着毛爷爷，毛爷爷也会用慈祥的目光看着你。但是大家都想在这里近距离的和毛爷爷合个影。这是亿万中国人对毛爷爷的崇敬。毛爷爷是不是在各个角度在看着我呢？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看，他都在看着你，是吧？这个是前面进故宫博物院的，但是因为我不进去了，我就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别让我磨磨到。我要往后。别走了，桥上不要停留。天安门两旁的华表，始建于明永乐18年，公元1420年，通高是9.57米，是汉白玉，重20000多千克，在天安门的前后各有一对儿，是主体建筑天安门的重要装饰。华表上端为纯露盘，哦，最圆的那个是纯露盘。我们今天就是路过，带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我还要继续赶路，以后有时间还会再来的。天安门是永远看不够、看不腻的，怎么看都好看，横看、竖看、侧看、上看、下看都好看。我和我们一起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再见了，拜拜。